要搜寻歌曲啊，从自己频道的，你看这个超连接功能啊，很好很好，找到社群，找到社群，找到这个有没有？哦，这个搜寻歌曲的，搜寻歌曲的五十几首，57首左右，57首哦。然后要加入播放清单。内容丰富啊！第三首，这是第二季专辑二第三首，祈祷，祈祷哦！你看，这就是歌唱影片资料库目录，YouTube 帮忙的。你看，歌唱影片资料库目录，哎呦，不是的啊，找那个时间段的那个才是歌唱的，时间长的是节目呢。